好，欢迎来到新发现，我是东京的主持人杨子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又来到了伊诺嘎西拉通里，这里呢有很多商场，包括有很多很多饭店哦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有很多帅哥和美女。那我们经常，包括我自己也会经常到这边附近来吃饭啊，还有逛街啊什么的。那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下。白と地はい、あ、いいかも、爽やかでいいかも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